你这种虎斗不厌花哦，刘总给你一个家。不行，我死了可能。死不了。快！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黄羊盆景。啊，那个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冰冰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瓜子黄羊的黄羊盆景。这个其实是养了十多年了，别看它细哦。然后，那个家有黄羊，四代栋梁。等会儿，首先它是一个比较耐冷的，我不信啊，它很耐冷啊，我给你说一说，你讲就行了。接下来的一幕是我没见过的套路，好好看，好好瞧。它很耐冷，然后就是说咱盆栽的话，就是可北方的话可能过不了冬，但是地栽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啊。落叶子吗？不落叶，然后在室内是四季常绿，然后一点都不落叶，平时注意修剪就行了，光照给足了，然后使劲晒也没事，然后缺点光，卖着呢。换什么盆？换就这个盆啊，就这个盆，原树盆卖。就是原盆原土卖。多少钱？168。十一年的才卖168。对啊，我就这些。没几颗。就这30颗，浇水就是干了浇，不干不浇就完了呗。完了。非常好养。对呀、啊。完了，我是老花衣，养花最专一，来了。嗨、啊。